今天最阿姨用一根拉链跟大家做一个小包包。首先把拉链拉开，从下面量上来8公分，用粉做个记号。你想做宽一点的包，就量上去9公分、10公分都可以。你想做多大的包，包底由你决定。八公分弄好以后，从8公分这里对折过来，看好了啊，折过来，用缝纫机缝好。好。缝到下面，注意转弯了，有拉链头的一定要把它给让掉。转弯，好，再转弯。然后到这里呢，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包口，从这里把它扭一下，缝牢。这里呢也是这样扭，把它约过来，跟它正好重合，正好重合。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包口。好，倒个针。好，多余的呢，我们可以把它剪掉。如果你不想剪的话，下次这个拉链还可以用。好，我们从这里开始拉拉链，拉，拉了转弯。继续，转弯，转弯。好。好，我们的包包做好了，好看不好看？里面可以放